这是我们的票，然后里面是有7点、8点15还有9点的。哇，这个雕像，感觉气氛非常好。这个价格是可以砍价的，我们差不多一个人70人民币。现在出发，开始逛了。同行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游客，晚上也超级美。走的小巷子，而且中间会检票。我借了我朋友100比索的花环戴了一下。这个晚上绝对是我在墨西哥夜晚的 highlight 之一。拉巴雷达，拉巴雷达，巴雷达。虽然不懂西班牙语，但还是推荐大家参加一下，气氛很好。男生在跳舞。哇，男生买了花，女生买了勋章。虽然是忽悠你们花钱，但这是一个对情侣很友好的项目。我爱你。他们在交换礼物了。弟弟，你竟然没有买两束花给我们。我不知道，我没开始没懂他是什么意思。听不懂。那你就跟他们学。I know that. I actually know part of Spanish, so sometimes I do. Thank you. 这对情侣备选上演一段剧本。他们都说这家的这个quesadilla con carne超好吃，是我在瓜纳欢朵吃过最好吃的了。大家记得就在这儿，然后他晚上7点才开始的，一定要来吃，真的非常好吃。 The following day， 我们现在去瓜纳华托外面逛一逛，然后虽然他没有提供早餐，但是他会有免费麦片让你吃，然后还有水果，虽然我们都没有吃，然后里面环境也很好，还有糖，就是他说每个人拿一块儿，然后这些糖，这个倒还是正常，但这些糖你看，就是外面是辣辣的，然后里面是比如说西瓜味。哎，这可以啊，你看这像那种包进去的。Beef? Uh-huh. With potatoes? With potato. 我在麻烦人帮我做介绍。Chicken with mole.现在吃这个，然后这是牛肉的，加 potato 的，20块钱一个，味道中规中矩。Was it good? Yeah, it is so good. Thank you. 早上老繁忙了，然后那边是卖面包，这边卖是热巧克力。我买了这个耳环，现金真的会便宜一点。
这位同胞卡丢了。20周年，太高级了，那里人好多，都是警察，真的非常多人。今天肯定有啥大事儿。 GTO， 我感觉这个好好吃，当场的那个，那个很好吃，有点像虾片的感觉。然后刚刚我们尝那个粉红色的，就是脆片然后甜甜的，这个超好吃。取了25个一包啊。Peanuts， 这也倒还行，但我觉得国内有这个。老板好热情。Gracias。啊，这个好吃，这比刚刚那好吃。成功砍价5比索。那个也是砍价15。精明的温州人，哈哈哈哈。这里手工艺品挺多的，认真看有好多收获。月亮是不是还行？这个超级无敌好吃。It's like a bread。这个它是 Christmas 专门卖的。我们现在到住的地方附近这家店买了个杯子，他们家都好好看。太可惜，忘记名字了。这家是神仙店。这家超级推荐的，很多都是在外面看不到的。明信片也是觉得很有意思。周三这里有好多市集呢。然后手工市集也有，感觉比瓦哈卡会稍微便宜一丢丢。然后今天人也很多，可能开什么峰会之类的。我们先来吃鸡。这家鸡超级超级好吃，大家都很满意。Gracias. Señorita, 我们就点了一只鸡345，然后这一大只鸡加上饭，沙拉超级好吃的，酸酸的，一点都不腻。然后还可以加这个多呀，你要吗？不要。然后那个果汁，我个人觉得比较甜，但正常人来说应该都是蛮正常的。我们超幸运的，在这家警察帮我们叫了个车，因为今天有活动 ，taxi 都没有。然后现在15分钟之后就要来。到车站了，这里就蛮简单的检票。现在在这买冰淇淋，他就直接给你锁上。我们是在11号那边等去圣米格尔，现在还没开始，车迟到了半个多小时，吓我一大跳。这个车好豪华呀，现在在1号。景观也很好，这里去圣米格尔1个小时不到，很近哦。我们现在到了圣米格尔，到一个很酷的 workshop， 因为打算去 bar 的，超级厉害，有木有？我们现在来到这家酒店。是刚刚那个 studio 那个人推荐的，哇，很好看。对，他们家挺贵的，人均100多人民币。但没办法，你今天最后一天了，你要走了，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到目前旅程都非常顺利。我说 try 吗？It just for us to try, right? Okay. It looks very expensive. 好好喝啊！好喝啊！我可以尝一下吗？Sir, can I try? Is it from Mexico? 好好喝！你可以加买一瓶。看着我们这么捧场，他又给我们试了好几样酒。品酒会啊，今天。我的朋友丽明天就走了，所以我们打算三个人庆祝一下。啊 ，see， 哇，他全手抓了，可以。¿Cuánto cuesta? Eso cuesta $40. $40. $80. Gracias. 哇，他真好，还给你额外的。
们回去。感觉他们家好吃，他好随意。随意，纯粹。昨天好吃还是今天的好吃？都好吃。哇，他那 cheese 能拉丝哦！我刚刚看他全用手抓进去，就感觉很地道的那种。好吃，那明天也来吧。朋友们答应我，看到这种摊位一定要试一下，我至今难忘。